希望可以看到更多山东当地的特色，也希望可以更多接触大陆的朋友。两岸都是这个儒家文化嘛，我们在这个从学习过程当中，其实也就一直不断在体现这个儒家文化的精神。从小教育上面来讲，就是也是偏向要尊师重道嘛，要对父母恭敬有礼貌嘛，对同学要友爱嘛，这些都是从生活中就体现非常多儒家文化的精神。